飲保裏咧，咁呢就較為穩陣。佢偏翻鹼成回大列。其實保裏咧對於消化係好嘅。綠茶咧，佢嗰個嘅兒茶素咧，其實係有好大嘅抗氧化功能，即係有個保健嘅作用啦，同埋有美白啦。夜晚咧就會建議咧係大家嚟話飲一啲花茶類嘅，嗰啲係會幫助瞓覺，係啦，可能會再加少少蜜糖落去咧，咁其實對於自己嘅皮膚啊嗰啲都有幫助。好多人都好中意飲綠茶，但係如果因為比較佢偏翻係寒涼噶，咁如果嚟話有啲女士嚟講可能會係覺得飲完之後覺得好涼啊，即係暈啊咁樣咧，咁其實就盡量喺個涼方面就要調整調整一下啦。